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一心祈请佛教护法诸天加持法会。嗡啊吽，善事如母众，难忍无量苦，意念昌生情，世世永不离。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诸佛大悲本性伽玛巴，诸佛事业总集伽玛巴，
诸佛授权法师噶玛巴，无尽清烈多劫成其情，噶玛巴却罗，噶玛巴却罗，噶玛巴却罗。好，请放掌。首先，感谢我们多伦多大悲菩提院两位，我们妙净法师、妙音法师，让我们大家有这个因缘为佛法聚会啊。那当然要办一次活动，总有人出钱出力，种种因缘才能够成就。但是就像刚刚我念到了上供三宝护法三神，那是意念到了六道众生的苦，那这个在佛教里面就叫空性啊。所谓的空，它不是没有空，就了解离开三宝，离开护法三神啊，我们没办法修行，离开众生，离开父母祖先，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实践慈悲。所以我想佛教它最主要的意义，它要让我们看到真相，真相啊，生命的真实相。简单的说，佛教觉，觉就告诉我们不要被骗了，不要被骗了。因为这个世间我们所认为真实的存在，那些都是假的啊。因为今天的主题叫调伏自心，那我们往往把镜子里面的东西当作真的啊。所以有个比喻，比如说各位在看电影，看电影那就是佛教讲的要学像看电影一样的有出离心。这个人世间的生老病死、爱恨别离、家庭事业感情，那个都是一场电影而已，一场戏啊。也像镜子里面所现出来的那些啊，是变化无常、无自性的。这一点我们要了解，这个叫出离心啊，不然你就会痛苦啊。那如果能够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一个人在看电影的时候，哇，很恐怖啊，很快乐啊，如何如何，旁边告诉你，那个是电影呢，假的啊，那个人叫善知识啊。所以我们道理听懂，但是有时候做不到啊啊。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修行。所以一开始，来，但是我要拿面饭粥啊，来，特别我们晚上大家来听闻佛法，我要做一下简单的上供下施啊。经典说，晚上点一盏灯供养佛像，家里一张小佛像也好，都能够让那些孤魂野鬼啊脱离孤独了，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晚上点灯重不重要？慈悲哦，慈悲啊。所以既然我们大家要吃饭，那些晚上更多的孤魂野鬼啊跑出来要找饭吃，肚子饿。所以虽然我们大家要来参加法会听闻佛法，但是我们要有悲心啊，善施如母众，希望他们能够离苦。特别今天我们来到喜来登哦，那这里面也有在杀生吃肉啊，希望这些动物也得到超度。所以我们学大乘佛教两个重点，第一个你讲不舍众生啊，就不舍弃众生，随时意念了他们的苦，善施如母众啊。不舍众生就是大悲心了啊。第二个呢，你想追求正觉，那就是菩提心了。
啊，为了要帮助这些众生离苦，我们一定要成佛。所以我一直很赞叹大悲菩提寺啊，啊，以后来大悲菩提寺做信徒、做义工的问你，你慈悲吗？你要成佛吗？药材来，因为这边叫大悲菩提寺啊。但是既然慈悲不能放在嘴巴，产生实际的行动，啊，帮助这些受苦的众生。啊，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人道、阿修罗道、天道，这个叫六道轮回有情。啊，那么要去对他们慈悲，那对他们慈悲最好的方法，那就引导他们离苦，乃至学佛。所以来，大家跟我念，来，嗡啊嗡，以此清净食物，为六道有情。父母祖先冤亲债主上供下施啊，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啊，我来简单念开咽喉咒，嗡波波地地切多地当当耶多耶辨识咒，那么沙瓦当当耶多瓦多地地嗡三本来三本来吽，甘露水真言，那么娑罗婆耶达那耶罗耶达支那嗡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各位看我点六滴啊，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鬼道、畜生道，充满甘露啊，这个很简单。再来，各位念药师咒，也希望他们无病无苦。来，那么波揭发地毗沙奢俱卢毗罗尼婆那婆诃那世耶达那揭多耶阿难阿帝三藐三菩提耶达支那。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耶耶那三摩哇哇支来吽耶耶那三摩哇哇支来吽耶耶那三摩哇哇支来吽，跟我念汝等鬼神众，我今施如供，此时遍十方一切鬼神供啊，嗡摩利尼娑诃。来试试看，就右手这样朝下观想无量无边的食物甘露流出去，流到加拿大每一个区域，流到了非洲，流到了我们中国啊，流入地狱，前面有个地球啊，啊，人类的世界，地水火风充满甘露，这样观想来。哦摩利尼娑诃，哦摩利尼娑诃，哦摩利尼娑诃，哦摩利尼娑。嗡摩利尼娑诃，嗡摩利尼娑诃，嗡摩利尼娑诃。三坛子，食物飞得更远。再来要观想，哎呀，他们要衣服啊，就得到衣服；他们要房子，就得到房子；他们要黄金，就得到黄金。各位负责观想，哎。那么沙瓦达那个的阿巴尤毗修摩诃呗，沙瓦达冈五个的，娑婆那那伊玛嘎嘎那康娑哈，唵嘛呢呗咪吽。好，那希望大家每天都这样做一下。如果说你说，哎呦，很多咒语不会念，那你会念九个字就好了，给我念一下，嗡啊吽。你拿个一点点面包啊，一条面啊。七颗米啊，你嗡啊吽，嗡就是清净，啊就是无量，吽就转成它可以吃了，叫嗡啊吽。然后呢，你就把这七颗米布施出去，包括各位吃饭的时候，你吃完饭总会剩下一点点菜渣吧，对不对？一点点也没关系啊，那你总要倒掉嘛，对不对？那你就给他念个嗡啊吽，他就有机会吃到啊。你给他放在树下。特别你放在树下有个好处啊，那些流浪动物啊，鸟会先吃，对不对？啊，乃至如果晚上这些鬼道会先吃，然后呢，到了白天那些动物也会吃掉了。嗡啊吽，那呢，嗡啊吽念完以后就念嗡嘛呢呗咪吽啊，就希望他们脱离六道轮回，发菩提心，往生净土。所以简不简单？念一下嗡啊吽，嗡嘛呢呗咪吽，哎。这样你就很慈悲啊，啊，